于总是个墙头草，他看到长盛的风评出现问题，肯定会动摇。你让薛总抓紧时间跟他接触，看看有没有股份转让的可能性。好，长盛那边还需要我做什么吗？不用了。好的。 喂，妈，怎么了？哎，夏浅，今天晚上一定要回来吃饭啊！哪有话很重要的事跟你说，听见没？哦，好好，知道了。挂了啊！哎，肯定成啊！哎，看看六，怎么样？ 这个年纪有点大了吧？这比浅浅大不少呢。这年纪大了怕什么？这年纪大了，吃走疼人。哎呀，确实长得有点太难看了。这首先必须要过丈母娘的瘾，这要不这影响咱未来的孙子孙女的基因呀、啊。这个，我也就是请你来帮忙参谋参谋，注意自己的身份啊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谨记自己的身份。哎，嗯，你说当年那何志俊是不是长得人模狗样？ 但是我就是看着他不顺眼，我就觉得他不像一个锅里能吃饭的人。你看结果怎么样？你的眼睛太厉害了。那是。哎，那你说，那咱俩能不能吃一锅样的饭呀？小挨罚呀，小洗锅呀。不是，哎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行。你看，这长得挺老实的。这个，看他这一脸凶相的，就是一脸凶相，有什么好看的呀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。 这走路也没有声音了，你这孩子。你们俩聊好长时间了，这一板子啊，跟嫌疑犯是快摘下来吧。这么多客人呢，别待会儿大家走了。吴叔帮着摘下来。你，哎，浅浅，你看你妈其实用心良苦，这找的都是青年才俊，你挑一个，你看这都不错。吴叔，你干嘛跟他一伙呀？他这是属于是阶段性强迫症。你自己看看。 这是什么呀？没感觉，太丑了。不是，这么一堆，哎，我就搞不懂了。你怎么能没有感觉吗？你先别吃，别吃，别吃，你就盯着他看，仔细的看，使劲的看，看着看着你就看出感觉来了。一见钟情哪有那么多呀？不都是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看着看着不就看对眼了吗？ 那行行行，你别看了啊，不看不看，不看，咱听。哎，咱听一下啊。家里的听。哎，我叫胡了啊。这样，我放给你听。你听，你觉得哪个好，你一点头，我让你胡叔赶紧记下来。哎呀，你听嘛，你这干嘛呀？你这，我就想吃家里的菜，我这好不容易回趟家，能不能让我清静一会儿？ 这没有人不让你吃家里的菜吗？最关键的是，现在相亲都不像你们这样了，什么厅啊，还有这相片、土，我们都是什么APP 啊，还有各种相亲平台。放心，我懂，放心。那你把你手机给我看看，我看看里面有没有 APP，APP 里面有没有合适的？那不操心了。 是枪药了，妈妈。老公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把这些东西都翻出来了？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不能看的吗？没有，你想看就看吧。老公，你看那蛇好傻，好可爱。
少看一下嘛。原来是婚礼宣誓啊，夏浅，我喜欢你的冲劲儿，喜欢你的爽朗，喜欢你像个小太阳，永远照在我的身上，让我感觉到明亮跟光芒。从今以后，真浪漫呀！这都是以前的事儿啊，别多想。我知道你心里肯定不舒服，婚礼那一刻，你知道夏浅和我的关系，所以无法接受。其实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，可是我就是怕你多想。我跟夏浅真的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可是我们的婚礼被打断了，而且那天我们的宣誓仪式都没有说完，我觉着我们的婚礼就是不完整、不完美的。谁说的？我们的婚礼啊，有家人的祝福，有最美的新娘，就是最完美的。对啊，你不是答应过我吗？以后不许胡思乱想了，永远积极开心的生活。嗯。沈总，我们准备帮长胜去和那对夫妻谈谈条件，就是看一下有没有解决方式。啊，这件事情呢是由我们接单引起的，或多或少有些间接的责任吧。如果我们当时能细致点、谨慎点，或许就不会有这些事出现了。他们就是想对付长胜，对付我。就算没有这件事，他们也会找到其他把柄。你说他们？这件事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，你真的确定你要掺和进来吗？不然呢？为了我自己睡个好觉，这件事情必须得解决了呀。理财师，34岁，哎，这个长得不错啊。下一个，这个小刘猴。哟，你回来了？怎么才回来呀？你的腿好点没？不是又来催我的吧？我没有，我今天真没催你。我这不就给你送点吃的吗？那行，既然你回来了，那我就走。不许走，你坐这儿。谢了妈，只要你不催婚啊，你就是我的好妈妈。哎，你今天晚上别走了，在这陪我睡吧。嗯，范成，有事儿啊？哪有什么事儿呀？就是这两天我都睡不好觉，我黏着你，我才能睡得好觉。行，我可以在这睡啊，但是你得答应我，咱俩不能一个屋。你这睡觉好像梦里拳打脚踢的啊，竖着睡，横着行，横着睡，竖着行。哎，你说让人男的知道了，谁敢娶你呀？就更吓人的，你说你这到了半夜，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？什么事都能说，就这件事儿，你千万别随便乱说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赶紧把你这大麻烦嫁出去。又来？好，不说不说不说了。哼，什么呀？妈都想好了，现在要嫁一个好男人太不容易了。不如咱们就照个赘婿，这样呢，你妈我也能放心。关键是人我都给你选好了。怎么是你啊？长胜的名誉受损，我已经破产了，也欠了一堆债。杜阿姨答应我，只要我嫁给你，就可以帮我还债了。看看你妈这眼光怎么样，看看这身材，看看这脸蛋儿。要不是因为长盛倒闭，能便宜得了你啊？小盛，阿姨对你也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啊，
就是三年抱俩，能做到吗？我努力吧。大点声。我会努力的。哎，好好好。择日不如撞日，这样明天你俩就结婚。昨晚没睡好吧？可不是嘛，做了一晚上的噩梦。你一直在喊一个叫盛盛，哎呀，盛什么宁来着？盛啥宁来着？盛哲宁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我喊他干嘛？你说，哎，我不给你生孩子，我不给你生孩子。盛哲宁这人到底谁啊？可摔了，真的，人又好，妈，我最近看了一部小说，盛哲宁就是里面的男主角，可喜欢了。哎呀，昨晚上做梦就梦见我跟人家好了。哎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你？啊，你净梦些没用的。这小说里的人是能跟你结婚还是能跟你生孩子？什么没有用的呀？梦梦还不行？吃饭吧你。谁呀？你小姐妹。喂。哎，到你家楼下了，下来吧。不是，你来干什么呀？真的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过去就好了。没关系啊，顺路啊。啊，顺路啊，那好吧，辛苦了。到底谁呀？一个客户，我们俩聊得特别来，就是新认识的小姐妹。聊得来，客户，男的女的？小姐妹嘛，真八卦。我走了啊，人家等我呢。哎，你不吃了？我跟小姐妹一块吃吧。姐，你们把东西再收拾一下啊。Hello。走吗？你送我啊？上车吗？妈，怎么了？哎，妈问你，你是不是交男朋友了？啊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哪来什么男朋友啊？什么说什么呢？我刚才都看见了，还骗我，说是个女客户。哎，是不是这人啊？你俩认识多久了？什么时候打算带回来让你妈我见见？哎，我现在在外面呢，啊。我晚上回去跟你说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现在就给我说清楚。你昨晚做梦，你一个劲儿在那喊盛什么宁，是不是就这人啊？
你还说不打算给人生孩子，你不是怀孕了吧？你现在，喂，喂，哎哎，怎么了？信号不好啊？什么？喂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哎，我这孩子还给我挂了。可能这手机用太长时间了吧，最近老是出问题，该换了。你妈生气了？没有啊，她这个人就这样，一惊一乍的，老爱疑神疑鬼，没事儿。你这两天睡得不好吗？没有啊，我这个人啊，就是挺奇怪的，睡眠质量特别高，从来不会做梦什么的。哦，韩潮的车已经在了，我想人应该在里面，走吧。嗯。韩潮一直避而不见，我听说啊，他跟这家长隆的关系非同一般，很多好茶他都会私下留给他们，每月这个时候他都会到这儿来以茶会友。不带老婆一块玩？哼，看来夏小姐还是比较粘人呐，婚后还能一起玩。感情好的夫妻，除了工作时间，彼此再给对方留出一点点私人空间，剩下的时间当然一块玩。想的还挺多，看来没少计划。不好吗？韩潮，韩老板到了吧？韩老板今天应该没有约人吧？哦，我们临时约的。这样吧，等韩老板忙完我们再见，跟我们开一个包厢，给我沏一壶最好的茶，我们先喝着，走吧。二位跟我走。你放开。好好配合，别搞砸了。小心，这边有台阶，这边请。哎，这件不错啊，觉得呢？朝南那间有阳光照进来，景观也不错。亲爱的，不喜欢别的，我就喜欢这间，好吗？你说什么就是这间。那请坐，稍后给您上茶。以后再搂我那么紧，靠那么近，你小心点。真没想到你还会撒娇卖萌啊！这种可爱的样子，以后可以多一点。工作嘛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平时不也挺可爱的吗？以后这件事儿不许再提了。有没有觉得刚才那个小领班的态度很奇怪，就好像韩潮在这儿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我刚才看见隔壁房间有一个女的，应该不是韩太太。肯定不是。笑得挺开心啊。以后再去这种地方都带，这次
好像是两个人的身影，不是一群朋友聚会吗？有点意思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没敲门就进来，快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别送了，我空了再过来。我舍不得你。听话，只要有时间我就来看你。爸爸。混蛋。老板娘，刚刚有一对情侣说找韩老板。什么人？就在这间屋子。我有事先走了。还信呢？你停车吧，我想下去冷静冷静。哎，别人家的事儿，至于把自己气成这样吗？他就是个混蛋啊！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吧，我带你呢吃一点好吃的，怎么样？哎，你看到这种事情，这种人，你不生气吗？有什么好气的？停车。我怕你做傻事。怕我跑回去揍他一顿？我是怕你跑去告诉他老婆。难道不该告诉他老婆吗？像我一样被骗了那么多年，还一直觉得自己很幸福，像一个傻子一样乐在其中，这样好吗？你的感受我很理解，但是呢，那终归是别人家的事儿，一码归一码。再说了，以我们跟韩太太的关系，我们去跟她说这个事儿，不合适吧？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这么烦。我要去开会，等一下让安安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我先叫车回去。哎，我手机好像落你车上了，你车钥匙给我吧。好，拿完手机给安安就好了。嗯，去吧。嗯。盛总。哟，韩总啊，半天找不到你人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，怎么？是来我这里吃饭吗？盛总不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吗？聊聊。哦，对啊，你诽谤长盛的事儿咱们还没聊呢。那你是先打算给长盛道歉呢，还是要跟我说一下是谁让你这么干的？我来只是想跟你做笔交易。我们两个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，谈什么交易？控制。你今天所看到的事情，只要不对我老婆说，我就立刻撤销对长盛的起诉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儿，原来韩总也是比较担心偷吃被发现，不嫌累吗？这是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吧。而且玩完我会记得回家，况且我也付出了真感情，所以你应该不会走得太久。我向你理解错了，我对你的家事一点都没有兴趣。我也不会做一个小人，拿这种龌龊的事当筹码。但是你污蔑长盛，我一定会换一种方式收拾。
让你心服口服。盛哲宁，你在这给我装清高呢？据我所知，长盛内部现在一团乱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。这事儿啊，你不用操心。长盛内部的情况你都这么清楚，看来支持你的人离我不远。对了，还有啊，我纠正一下，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喜欢偷吃。沈总，钥匙。小姑娘，偷听不是什么好事。谁让沈总说的有道理呢？我学习学习。这个眼神看我，不太合适吧？我平时看人都这样，想多了。啊，累死我了！叫你别去，你还非去。就是，那你有什么收获吗？那个韩城，他就是个混蛋，居然瞒着他老婆在外面和别的女人乱来。还是才结婚多久啊？他老婆知道吗？肯定不知道呀。双双当时憋死我，我特别想冲在严彩婷面前，我告诉她，让她醒了醒，她老公背叛了她。嗯，你先消消气儿啊，别激动。当年，你也希望有人告诉你真相吗？可以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提醒我，或者直接告诉我都可以接受，不至于我突然知道真相的时候太受打击。秦姐，我懂你，没事。好了，感情的事儿真是太复杂了。好，我提前预约过了，这个是我的试用券。好，稍等，我为您登记。严小姐，请稍等一下，您的技师马上就好了。谢谢。您这边请。夏小姐，严小姐啊，对对对，现在应该叫你叫韩太太了，叫什么都可以。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公司接了团购单嘛。我过来帮客户体验一下。你们的工作挺有意思的哈。哎，你好，给我们安排在一个房间吧。好的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这样我们俩可以好好聊聊天。走吧。好，两位这边请。谢谢啊。舒服。韩太太，哇，你的皮肤可真好，看来经常来这保养还是有效果的。夏小姐，你天生底子好，不像我们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过来保养。哎，没有没有，您是有人爱，气色是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好。哎，对了，你跟上次那个盛总怎么样？谁？那个盛总。我和他？我们俩没什么关系，就是冤家而已。我看你们俩就挺适合的，挺有意思的一对。韩先生呢？他最近还挺好的吧？网上的视频你看了吧？男人的事嘛，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呗。您别误会了，我不是帮他的意思，我是想问啊，你们俩婚后的生活是否一切都好？夏小姐，你说这些话太奇怪了，不觉得唐突吗？
韩太太，我不好意思啊，对不起，我好像是有点唐突，冒犯您了。我还有点事儿，那您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下次再见。工作上的事。我今天遇到夏浅了，你记得他吗？来谈婚期那个。嗯，我原本以为他是为长胜的事情来的，没想到就是碰巧遇的。嗯。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，交给我就行了。我去趟洗手间。喂，严总，帮我查个人。女士您好，喝茶吗？这房子没租多久吧？老韩一向很抠门的，你跟着他不嫌吃亏啊？我又没打算跟他一辈子，现在开心就好了。他倒是玩出经验来，专挑你这样的姑娘。回家食道也能摘得干净，姐姐还真是大度啊，这样都能跟他结婚。谁让他当初哭着求我呢，说会改，但他改不改我不知道。他把能给我的都给我了，不过就是人出来放放风吧。啊，这照片啊，是我跟老韩在爱琴海拍的。哎，我听说姐姐也特别喜欢爱琴海啊。老韩有带你去玩过吗？我想他以后没机会带你出去玩。盛哲宁，这说一套做一套，背地里跟我玩阴的，你在那装什么君子，装什么清高？你要干什么？走开！哎，韩总，你说什么我听不懂。还找？你不是答应不告诉我老婆吗？现在她全知道了。行，就算不是你，也是你身边那个愚蠢的女人做的。嘴巴放干净点。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，等着我律师函吧。保安。送客，咱们走着瞧。老韩总说他很忙，没有时间带我去旅行。可是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我生病在家的时候，他却带着别的女人去了爱琴海。那是我说过千万次的心愿了，他却带着别的女人实现了。严小姐，你现在的心情我很能理解。我觉得自己像个笑话一样，一次一次的原谅他，以为他能跟我好好的过日子。现在我总算是看明白了。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会尽量帮你。
胜的事情，我想我可以帮助你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其实我一直特别好奇，到底是谁想搞垮长生，还有背后指使这一切的人是谁。我记得当时有个女人来找我们，让我们答应你的要求，说是好好配合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。你好，我是代表利和资本来的，希望你答应夏浅的要求。谢谢，合作愉快。是谁给了这个女人钱？老韩提过，好像叫利和资本。我劝过他，叫他不要掺和进这件事情里面，可是他就是不听。韩太太，我不管你跟韩先生出于什么目的，或者是受谁的指使，有什么事儿冲着我来，跟他没有什么关系。你别误会了，人家是来帮我们的。我就说他还是很在意你的吧。嗯。好了，你帮我告诉韩朝，如果他想闹上法庭，我一定站在长生这边。明白。刚刚严小姐说啊，是利和资本指使的。你们长生和利和资本有什么过节吗？我只是听说，利和资本打算收购长城。现在看来，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哎，你也不用担心，在商业关系里面，这些事儿都很常见。况且韩太太已经答应会帮我们录制一份视频声明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长盛的公关部吧。好。哎呀，差点忘了，我要去趟我妈那儿。那我送你。笑什么？没事儿，就感觉你真变成我司机了。走吧。好了，谢谢盛总送我回来。哼，你帮了长城这么大一个忙，我信你才能。别那么客气，走了。嗯。到门口了，吃烤串。说不明白就别明白，不必探究，只要开怀。无意中撞见美丽的海，想立刻专程带你来。人类奇怪，见怪不怪，不管好坏，只要期待。交出一颗心，那算慷慨，掏一辈子高利贷。多好玩的爱，多复杂的爱，多不愉的爱，爱爱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你不用学乖，别担心未来。你可以气急败坏，死心不改，反正有我在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上天的安排
有人取代，你可以故意使坏，推翻重来，反正我都在爱。被宠着的人永远都是小孩。让等待辜负等待，人的耐心是种能耐，哪里会有花种下就开，长旅途不必走多快，没有活该只有应该，我们一同更爱现在，我买了糖整整一袋，是昨天你想吃那块。多费力的爱，多简单的爱，多糟糕的爱，爱爱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你不用学乖，别担心未来。你可以气急败坏，死性不改，反正有我在。推翻重来，反正我都在。